你再过来咬你妈一口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，啊！你再咬他，啊！你再该咬你妈是一口试试你啊！你再给 咬你妈一口，啊！疯了这个小迷糊，啊！我看你是疯了小迷糊，你再给咬你妈一口，你试试，你就问你再咬他一口。是不是太过分了你？这么过分，我发现你。欢迎大家伙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直播间啊！没大没小的，小迷糊一天没大没小的啊，干起来了啊！拉布拉多小时候眼睛小怎么回事？拉布拉多眼睛小啊，兄弟们，他可能是拉布拉多小时候眼睛小，那小时候眼睛本身就小啊。你看咱家这帮狗，你看咱家探望眼睛不也小吗？你看咱家这帮小小那个啥，眼都是小眼睛啊。这小狗跟小迷糊长得可像了，毛短，看见了小二，小二像小迷糊。小二啊，还咬你姥爷不？啊，害怕了这是？是不是害怕了？啊，还咬你姥爷不？欢迎大家啊，兄弟们，咱们给管理员点点关注啊！咱家一号麦管理员小温柔，大家给点点关注。二，我要把你们都训练成会找肉干的狗狗。啊，今天找肉干，来，欢迎大家啊！有需要宠物用品的，大家拍一单宠物用品，来进来，来进来，来石榴。是不是进来了？还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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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！感谢一个人，谢一个人的格调啊！欢迎一个人的格调。我的妈呀！我发现他妈怎么总愿意翻我这个垃圾桶呢？啊！感谢俺家，感谢雷小天啊！欢迎雷小天啊！找肉干，看谁能找到肉干。我把这个肉干放在底下，兄弟们啊，看谁能找着肉干，谁吃。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谁能找到这个肉干啊？好嘞，好嘞 ，seven， 来吧，搜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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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着急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着急呀！看谁找着了啊？什么小牛找着了？小牛找，这应该谁都吃不着，这应该谁都吃不着啊！啊，这零食谁也找不着。收着了吗？都折在这儿呢，他们都折在这儿，我看谁能吃着啊！谁是第一个找着的呢？啊！感谢标准帅哥，啊！不许叫，不许叫，能找就找，不能叫，操你！能找就找，不能找别叫。看小石头能不能够着啊！看小石头能不能够着啊！小石头是在里头呢，小石头蚊子在里头呢。但是他应该拿不出来啊，但是他拿不出来，看着啊，来我给拿出来，来起来，来你们起来，来我拿出来，来我拿吧，起来我拿吧，石头吃着了啊，石头吃着了啊，再把算是石头拿个第一，兄弟们，再把算是小石头拿个第一啊，石头吃着了啊，石头太厉害了啊，小石头太厉害了，除了 seven都是打酱油的，嗯呐，你算是说对了，铁子，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算是说对了，我再让他们找一回，我再让他们找一回啊，我再拿个肉干，再找一回，啊，都听话啊，我再给你们拿一个肉干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啊，藏个难一点的，啊。
你看我们家狗让我训练的，每一条狗都即将要成为啊，即将要成为巡回啊，巡回猎犬，进来吧，来进来吧，每一条狗都要成为一名巡回猎犬，合格的巡回猎犬啊。放在哪儿呢？嗯，放在哪儿呢？红花当然配绿叶，我放这里头。好，兄弟们，我放这里头，你们猜谁能找着？我把口现在封上了啊，现在这口是封着的啊，看着，现在口是封着的啊，看谁能找着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猜谁能找着？我没整声，没事没事，这点动静没事啊。这难了，这个难了，是不是放着闻不到了，谁都找不着。来，搜，去。感谢文轩宝贝姐姐啊，欢迎文轩宝贝姐姐啊。三文找着的，兄弟们，三文找着的。嗯，这次真难。这次虽然难，兄弟们，三，你看他遮在这儿呢，咱遮在这里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给你拿上来，给你拿上来，来，给你拿上来，坐好了，坐，过来，下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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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找着了啊，都挺聪明啊。其实 Seven 找着的，其实是我家 Seven 找的。坐好了，坐好了。嗯，你这回再把这个零食往这一放 ，Seven 百分之百不会找这个蛋儿，听没 ？Seven 不百分之百不会过来找这个蛋儿，啊？一年小型犬打什么疫苗啊 ？Seven 吧，就打那个。就打正常的疫苗就行 ，V 加五、V 加八啊，但是 V 加八现在可能没有了啊，现在可能有 V 加五的，啊，打 V 加五就可以啊，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，来，你说你们几个加油啊，啊，小石榴啊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来，大家有想买狗粮的，咱这狗粮149一袋啊，兄弟们啊，第三个链接进来，老大来，进来来。老大进来，来，大家想买狗粮的，咱这狗粮149一袋，过来，来，三，过来，来，三，是不是？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小牛进来，进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好，等会啊。放在你身上，让他们找。一袋多少斤？一袋是20斤，兄弟们啊！咱家狗粮一袋是20斤啊！三哥在这尿了，等会儿。过来。三进来，来，三来，三进来，来，放裤兜里的，我这回放裤兜里啊，我这回放裤兜里，把门关上我就开，啊，关上门，我揣兜里我就开，哎，搜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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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找不着，你放兜里就找不着了，白费了。放兜里肯定是白费了，找不着了，啊，那不用寻思了，找不着了。新疆发货吗？新疆不发货，兄弟们啊，新疆发不了货，新疆太贵了啊。想买咱俩狗粮的，你知道新疆发货的话就得300块钱邮费，咱俩狗粮是149一袋，啊，
咱那狗粮是149一袋啊，但是呢如果要想给新疆发货的话啊，光邮费的话就得300块钱，将近300块钱啊。你身上味儿挺大，你身上味儿挺大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找不着，搜不着了，就在我兜里呢啊。北京可以发货啊，北京可以发。感谢师奶姐姐啊，谢师奶姐姐。你别动，我就站着不动呗啊，我就站着不动呗。搜啊，搜搜搜搜搜搜，嗯，竟然没找着。老大应该闻着了，兄弟们，老大应该闻着了。虽然有点怀疑，但是老四和老大为什么不确定呢？啊，老四和老大为啥不确定呢？三文，兜里，兜，三文，兜里，兜。我要提醒他啊。三文，好，你兜兜兜，三文兜，走兜兜兜，没找着，来这儿呢，来，但是不是给你的，起来，不是给你的，给老大一个，给老四一个啊，不是给你的，因为你没找着，三文，因为你没找着。这里啥也没有，大哥，起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操你哥，都往里钻什么玩意儿？往里钻，起来！没有没有，欢迎大家啊！这个不能算seven的，兄弟们，这个咱们算老四和老大的，因为老四和老大人家闻着了，那seven连闻都没闻着，对不对？seven连闻都没闻着，放在哪儿呢？放在吸尘器这块儿啊，沙发底下就不用说了，兄弟们，放沙发底下，三万指定是能找着。感谢纪小歪宝啊，谢谢新商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哎，放哪儿呢？沙发缝里，放厕所。我放沙发缝里头啊，啊，我放沙发缝里头。放这儿吧，兄弟们，放这儿吧，行不行？看咱们能不能闻着，行吗？放这儿吧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说我家狗能找着吗？我放这块儿，啊？你说它能找着吗？嗯？为什么不给小迷糊？因为小迷糊没找着啊。咱家木耳是19.9四两啊，兄弟们，四两，也就是说200克，啊。4两200克，没到半斤啊，太深了。看谁能第一个闻着啊，第一个闻着的谁赢，谁第一个闻着那个地方谁赢啊，我就盯着地方，谁第一个闻着谁赢。太简单了，难一点。没闻着，没闻着，哎。全是打酱油的，真的，除了俺家seven之外的狗狗全是打酱油的。没闻着，实在没闻着。也没闻，都没闻着啊，就差那一点。哎呀，三文闻着了，三闻着了啊，起来吧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你们几个干啥呢？你看，三文，你们能不叫唤不啊？起来，三文的啊，这属于三文的，起来，这属于三文，起来，小迷糊，起来，我够，我够，我够。这属于seven的吗，兄弟们？好，seven来，给，起来，还有，起来，还有啊，这整体都属于俺家seven的啊。好，seven来，seven去把灯闭上去，seven把灯闭上去，seven去。OK， 好啊，这属于seven的啊。
感谢大家啊，三人太棒了啊。好，再来一回，我再藏一回啊，看能藏还能往哪儿藏啊。大家有想买沐浴露的啊，狗狗沐浴露，兄弟们，咱家沐浴露是19.9块，不，沐浴露是55米2瓶啊，兄弟们，沐浴露是55米2瓶。有想买宠物沐浴露的啊，咱家第4个链接，过来来，55两瓶，进来来，小明进来来，进来石榴来，进来来石榴，小明进来来，没有了，过来，小石榴进去，石榴进去，进去了，小迷糊进去，进去啊，重新找啊，重新找，活捉小迷糊，还有味儿呢，嗯呐，应该是还有味儿。我把这个换个肉干，换个肉干啊，嗯，这个肉干放，这我真应该放一个难一点的地方啊，真应该放一个难一点的地方。我放在这块儿，我放在这块儿，啊，他们从来没上这儿来找过啊，我放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放在那个地方啊，他们谁都没过去找过，这个地方只有三位能找着，谁都找不着，啊，你们瞧好吧，谁都找不着。你们去看吧，兄弟们，只有 Seven 能找着，其他谁都找不着，啊，全是全白费他们几个。你看小明还在这有个咬，哎，小明找着了，这是？小明是找着了吗？小明应该是找着了。你看，你看小明这个动作骗不了 Seven， 是不是？小明现在这个动作他骗不了 Seven。他以为这边有啊，实际上里边啥都没有了啊，小明太年轻了啊，太年轻了，这孩子啊，太容易上当了啊，里面可能还有，还有点，一点都没有了，兄弟们，100%没有了啊。起来，我看有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是有味儿，知道吧，那地方就有味儿，知道吧啊，没有了，三文搜，大家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咱三文家点点亮啊，搜三文来搜，有肉干味儿，等着小迷糊拆家吧。我这没有，八只兜里没，身上没有，兜里没有，三文就在沙发上，三文去，就在沙发上去，上沙发上找去，三文上沙发上找去，三文能听懂啊，三文去上沙发上跳上去，好好，挨个挨个翻，三文挨个翻。在沙发上搜就完了，别下来，啊，沙发缝，哎，往后走，退，退，咱退，咱退，退，往沙发缝那走，没有，上上，三上，我要指挥他，我要远控远程遥控呀，三万，三万上沙发，三万，三万，三万上上沙发，快去，这么难吗？哎，对对对劲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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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头。对头啊，听着，这地方我说多少遍，兄弟们，只有 Seven 才能找着啊，不能提醒啊啊，不能提醒啊，兄弟们，你就说，你说我都能提醒俺家 Seven， 你说 Seven 能 Seven 是不是得多精啊？起来，老大来，起来，起来 ，Seven。起来，你就说吧，我能提醒俺家 Seven 兄弟们，你说 Seven 知道明白，那我都提醒了，我也不是只告诉 Seven 了，那小石头咋不去找呢？啊，小迷糊咋不去找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感谢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家直播间。嗯，然后呢，咱家那个磨牙棒，第6连接的磨牙棒，39.9，两大包，每一包有4根，总共8根，兄弟们啊，第六连接是咱家磨牙棒，咱家狗狗平时吃的磨牙棒啊，老铁们啊，那个是新款啊，新款磨牙棒，39.9，任何的提醒，兄弟们啊，我不给他们任何提醒，我上那边去，不给他们任何提醒。
好用还便宜啊！咱家那个迪特除臭剂在别人家都卖多少钱一桶？兄弟们，在别人家是多少钱一桶？是别人家做活动的时候是28一桶啊！别人家做活动的时候是28一桶啊！咱家呢是39.9两桶啊，39.9两桶啊！第二个链接，迪特除臭剂啊，非常好用。啊，可以除臭味啊，异味啊，狗笼子、狗厕所呀，都可以喷。地上，咱自己家地下，狗狗拉粑粑、拉便便了，都可以喷。喷完之后就家里就没有味儿。估计找不着了。咱们拭目以待吧，兄弟们。俺家 Seven 找一圈之后，他指定会想到在我身上，知道吧 ？Seven 指定会想到在我身上。啊，我不给他任何提示。你老四就不用寻思了，老四现在已经停止寻找了，老大已经停止寻找了，石榴更别提了，石榴也停了，小迷糊在这卖单呢，小迷糊等 Seven 找了之后，小迷糊他要做个渔翁得利啊，他要占个小便宜，七肯定能找到啊，必须的 ，Seven 只能找着，搜吧三搜，欢迎大家老铁们，咱给那个咱家榜一。啊，文轩宝贝姐姐点关注啊，大家给文轩宝贝姐姐点关注啊，可能被你袜子的味道给盖住了，感谢廖一双啊，谢谢廖一双送来啤酒，哎呀三元找着了，只有三元能找着啊，不许叫啊，是不是三元找着了，我没给他任何提示吧兄弟们，我没给三元任何提示吧，是不是三元找着的，不许叫，我没给三位任何提示吧，我也没动一下。来三位来找吧，来三位来。把袜子给我脱了，三位来把袜子给爸脱了，来。脱了。脱袜子来。袜里呢。谁吃了三位吃了啊。三位还会给脱袜子。俺家三样大宝贝还会给脱袜子呢，哎呀，俺家三样大宝贝帮我把袜子给脱了，起来，臭不臭袜子臭不臭啊？欢迎妥哥啊，欢迎俺们亲家啊，大家给俺们亲家点关注啊。哎，小迷糊，把袜子给我拿来，小迷糊拿来，三样把袜子给我抢过来，来抢过来，三位来把袜子来抢过来，三位抢过来，啊，驼子先生，对，老四的爸，兄弟们给老四的爸点关注，好，小迷糊欠揍了啊，小迷糊来，袜子给我拿来，他妈那个炮的，完了，袜子没了，木耳下单了，发什么快递？韵达快递，兄弟们啊！我拿了袜子，袜子给我，吐了，那他妈是我的，吐了，这是我的袜子。这他妈是我的，你是不是以为牛肉干呢？给我拿来，妈，拿来，这是我袜子，我的袜子给我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袜子给我拿来，来。操你哥的，拿来袜子来，起来，拿来，操你哥的，我袜子给我拿来，不，你拿我袜子干啥呀？你有病吧？啊？来，袜子拿来，起来。
不是有病啊你玩我袜子玩人袜子你。袜子你都抢。啊。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欢迎所有好朋友们啊。哎。人袜子你都用。这个小迷糊。啊。袜子你都用。你找着零食了吗小迷糊，你找零食了吗你啊。我都多长时间没收拾你了啊，我多长时间没收拾你了小迷糊，一天天脾气，哎你看给老大咬，哎你说小迷糊啊，我想把他牙给掰了他，兄弟们，我想把小迷糊牙给他掰了他，他总为什么总是咬俺们呢啊，为什么总是咬俺们呢，不是咬我就是咬俺家狗啊，洗洗再穿。没事，我下播再洗呗。没事，没事啊。啊，来来，都进去了啊，听话啊。嗯，都进来了。放在我的袜子里，他们能找着啊。放在我的裤兜里，他们还能找着。啊，这回兄弟们，我放在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位置。啊，我看谁还能找着。啊。我看谁还能找着啊，这他妈以后谁要能找着的话我就去吃粑粑啊，我看谁能找着啊，来搜吧，去搜去吧，去吧，去找去吧，快去吧，快找吧，快找吧，快找吧，找找，来来来来啊，应该找不到了，这个应该找不着了啊，能不能找着啊，这个就靠嗅觉啊，兄弟们太灵敏了，这多么多么灵敏的嗅觉才能找着啊，啊瞎割蛋又割声又掰牙还让不让小牛活了，一般人找不着，一般的狗找不着啊！厨师机下单了，明天能发货吗？咱家24小时之内发货，兄弟们啊，肯定能发，明天肯定能发啊！三文是不是已经找着了呢？兄弟们，三文是不是已经找着了呢？他找着了，三文找着了。好好好，三文好。兄弟们你说算不算，三文冲那个地方叫唤，三文把罐拿来，你找哪个东西罐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三文拿过来，来拿过来，你拿过来，三文来拿过来，三文拿过来，去拿过来，拿过来，哪个东西，哪个东西是，哪个东西是，你怼那个罐，三文哪个东西是，哪个东西，拿过来，拿拿过来，拿来，哪个东西是，哪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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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三文搜搜哪个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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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重新认一下子，三文来，他知道在这个地方，他可能分不清哪个东西，扫一下，扫一下，什么东西，他摸一下，你摸一下，三文你摸一下，三文你上去摸一下，三文来，真聪明，来三文你上来摸一下，摸一下什么东西是，哪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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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个，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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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找找哪个，哪个是蒜，他今天知道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罐儿啊，就是这个罐儿啊，你看他能闻到，就是这个方向啊，兄弟们他就闻到是这个方向，是不是啊，但是他可能是这个东西密封太严了啊，这个东西密封太严了，三文可能是有点找不着啊，但是三文确定是在这个方向啊，感谢大家啊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啊，俺家三元太棒了，必须得给三元奖励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咱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！榜一是俺家，是俺家三元的孙子，兄弟们啊，跟俺家三元的孙小外孙儿，兄弟们，外孙女儿，咱家三元的外孙女儿，点点关注啊，老铁们啊，咱给榜一啊，咱给点到9000啊，咱替三元爸点到9000，好不好？咱把9000给他破了他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了，来吧。啊，看看他饿不饿，你看他们饿不饿。
你看够不够？小迷糊，我发现你就不按套路出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不按套路出牌是不是？啊？一点不按套路出牌，坐好了，小石来，过来来，过来来，下来来，不许动，真饿了，啊，来，来，放狗了啊！你看我一放狗啊，兄弟们，我一放狗，看他们知不知道往这跑，他们指定不知道往这跑，怎么啊？一二三，吃吧。来去快快跑，哎你快跑快跑快跑，哎啊你说你们几个这不给孩子吃的吗，过来来给孩子吃的啊，不许抢，过来先进屋了，咱进屋吃，快来快来快来进屋吃，快来，出去出去，快来进屋吃，快来，进屋吃，快来，快来，起来起来，给你们拒之门外，啊，擦一擦，吃木耳好处特别多，对呀，吃木耳好处老多了啊，我就知道这些，但是肯定是比我知道的还要多。这比我知道的这些好处还要多，啊！来回去，这一个个小肚子吃的，是吧？吃饱了喝足了，该回去待着了，啊！吃饱了喝足了，该回去待着了。主播感冒了吗？不是感冒了，鼻炎啊，鼻炎犯了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那个小狗在哪儿呢？啊！我一喊吃饭了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快来！吃饭喽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！小狗呢？快来了，吃饭了，快来！这小狗咋这么尖呢？这个小狗啊，这个小狗咋这么尖呢？啊！胖你哥，你咋这么尖呢你？我想知道你他妈是老几，你咋这么尖呢啊，你是老几呀、啊、老四啊，你是老四吗，你是四哥吗，你挺尖呢啊，还敢咬我小傻，你是不是哎哎，问你呢，哎，你是不是哎跟我混熟了啊，小傻瓜，是不是跟我混熟，是不是跟我混熟了，嘚瑟啊，嘚瑟揍你了啊，像老四，是不是像老四啊，是不是像，这是四妹儿，你竟然会歪头杀啊，你这个小狗竟然会歪头杀，可以呀、啊、这帮小狗都不带个头小的，兄弟们，他们都不带个头小的啊，有一条狗像小迷糊，个头都不带小的，看吧，洗手啊，嗯，不用洗了，刚刚是不是洗过了啊，刚才我洗过了，哎等会儿啊，我得把这木耳再泡一下子啊，热水烫一下子啊，木耳一定要用热水焯一下才能吃啊，木耳用热水焯，焯过之后才能吃，咱不能直接吃生的，吃生的有毒啊，所以大家想买木耳的大家拍一单，咱家黑木耳啊，19.94元啊，没有，再洗一回吧，那我再洗一回。然后啊，好 ，Seven， 小迷糊，啊啊，石粒儿，啊，直接坐下，石粒儿啊，小迷糊坐，好啊。
好。感谢大家来咱直播间看咱们家的狗狗们做游戏啊！大家没给三元爹点关注，给三元爸爸点个关注啊！谢谢大家啊！咱家那个海藻颗粒在第九个链接，海藻颗粒卖85一罐，一罐500克。对，一罐500克啊，海藻颗粒。像这狗狗的鼻子掉漆、鼻子掉色都可以吃海藻颗粒啊。来，准备好，做好抢的姿势啊。啊，坐起来，来，坐起来，老大，坐起来，来，坐起来，你能不能抢着一回，老大？你能抢着一回吗？能数三数了啊！预备，一。三姑来，三你淘汰了啊！淘汰了，进去点。我最不喜欢这样的三了，真的，我最不喜欢这样的三了。进去。石头出来了，石头来。我最不喜欢你这样的，知道吗？一点不按套路出牌的塞文，我最不喜欢这样的塞文。来，过来，来，老四，老大。大家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兄弟们，咱们点点亮。直播间现在2700人，啊，不许吃，往后点，后点啊！来，握手仨数一块抢啊！预备，一，回家，你怎么这不改呢？我发现你啊，小明啊，一。二，操你！坐好了，你别嘚瑟呀！你一嘚瑟都他妈吓一跳。坐好了，老师来。坐好了，小石头，你别嘚瑟，你嘚瑟吓一跳，给他们几个。啊，对，海藻颗粒是海藻颗粒是98一罐啊，85一罐啊，第九个链接啊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六、九，有小拉布拉多卖吗？咱家没有小拉布拉多，你不带玩赖的小迷糊啊！啊，你省点心让人家，啊，省点一点的，不然省心这孩子。咱家那个黄桃罐头是29.9块，里边有六罐啊，六罐黄桃罐头啊，29.9块六罐啊，石头太棒了啊！俺家小石头特别稳，特别稳当啊。
然后第十个链接是咱的火腿肠啊，火腿肠52.8，兄弟们，第十个链接火腿肠是52.8，80根啊，那是80根火腿肠啊，总共是10包，一包里头有8根，总共是80根啊。又想买的话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啊，52.8，80根火腿肠，第十个链接，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啊，赶紧他们上这儿来，兄弟们，我让他们在这儿趴着啊。麦芽棒多大的可以用？麦芽棒那个两个月以上的狗吧，两个月以上的狗可以吃啊。嗯，老四呢？石榴眼睛没离开过，小石榴一直都低头瞅，是不是？俺小石榴干啥都认真，知道吧？小石榴跟 Seven 一样，啊，他跟 Seven 一起长大的，啊，他跟 Seven 的性格也一样。4，让他们抢，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来，做好准备。预备，你别走啊！你上哪儿去？你回去坐着抢去，去坐着抢。预备，你消停坐会儿，你消停坐一会儿。我的妈呀，你咋这么多动症呢你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！预备，一、二，阿切，阿切，二，四。你坐下，你坐下，坐下啊！一，七，操你娘七！啊，一，二。小迷糊啊，我吐了他啊，吐了吐了吐了，你干啥呀你呀，能好好的不啊？我发现他跟 Seven 一样，兄弟们，小明跟 Seven 性格一样啊，啊，真的，你跟 Seven 性格一样啊，真整不了你了。没事没事，治不了，治不了。进去吧，进去，进。你俩都关去，去，进去，都关去。来，你俩他妈性格一样。我给他们几个一人一个奖励，老四给个奖励，老四给奖励，石榴给奖励，啊，小迷糊啥都没有，小迷糊啥也没有，三个奖励，一点不听话的孩子。啊，好好教一下小迷糊，不遵守规矩，太不按套路出牌了。哎，你们几个也老实点儿啊，
外面干仗，你们里边也干仗，是不是？啊？外面干仗，里边也干仗。嗯，其实我感觉它应该尝不出来那个味儿，应该是酸味儿。啊，这个辣根儿它应该只能尝出来酸味儿的。啊，对他，给他点，他能吃吗？他不吃啊，兄弟们。火鸡面啊，28个，第28个链接，28块有10包。今天吃了几包啊？我今天吃2包，这是2包火鸡面。看这火鸡面，多筋道啊！嗯，这火鸡面多筋道。指定辣，谁说不辣呀？那怎么刚才有人说不辣呢？指定辣呀。老四，老四，你吃不吃？老四，老四，咋的呀？心情不好啊？啊？那跟老爷一块直播，你心情不好啊，老四啊？就是这样，你咋不开心呢，四哥？啊？老咋的呀？你非得你吃火鸡面呢，老四啊？啊？你吃火鸡面，老爷给你一根来。老四，哎，有啥不高兴的呀，老四啊？啊，有吃有喝，对不对？有说有笑，就是没有媳妇呗。老四啊，现在不就是因为没有媳妇吗？我等你姐结完婚的，哎，姐你坐起来，坐起来，来，等你姐，等你姐结完婚的，下个就是你，行不行？老四，姐姐得先结婚，啊，老四你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别不高兴，嗯，姐姐得先结婚，姐姐完事之后再你结婚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咱老大先结婚，老大完事之后再轮到老四啊。感谢大家啊！然后给大家看看咱家这个牙膏，兄弟们啊，给大家介绍咱家这个牙膏啊，就三爸平时用的这个。等会儿咱溜达去，老师啊，等会儿咱出去溜达去啊。老师睡了，那等会儿出去溜达了啊。等我下播就溜达去。你还让他坐起来干嘛？四哥，你趴着吧，来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你趴着吧，四哥。老爷错了，你趴着吧，四哥。啊，你把头放着点儿，老四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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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行了，老四，睡觉吧。兄弟们，你们感不感觉我跟老四的关系好啊？老铁们，看老四牙白不白？你们感不感觉我跟老四的关系老好了？嗯，四哥，我跟四哥关系好，四哥喊着吧。好了啊，我直播都愿带老四，老四你趴着趴着，四哥四哥，我直播啥我就愿带老四啊。老四老四老四，这么的，哎，好好孩子啊。
我愿带老四一块直播。想买火鸡面的啊，第28个链接啊，28.9块十包。老四，好，老四，哎呀，多舒服呀，老四啊，啊，多舒服呀，老四真困了，兄弟们，四哥真舒服，嗯。老四想太气人了，大家早点去休息啊！你们早点休息啊！晚安啊！你们睡觉了，我还睡不了；你们睡了，我还睡不了呢。我怎么也得1点多钟才能睡，1点半了吧？我得1点半才能睡觉呢。啊，拜拜，兄弟们！拜拜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拜拜，晚安，祝大家晚安，明天见啊。